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上一期我制作了一个和摄影相关的小剧场，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类型的视频。之后我会时不时的放出些和摄影有关的小剧场，让大家学习摄影的同时也放松一下。好了，这集正式开始。在我快门速度优先档那集，我向大家介绍了减光镜，但是介绍的非常简短，也有不少粉丝私信问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减光镜，还有为什么我说可调就是说一块滤镜可以减少不同的光线，但我个人不是很推荐。我这期将会更加详细的介绍下减光镜。在可调减光镜阵营中，分别有三款代表不同价位的滤镜，分别为200元、400元和900元档位。其中200元和400元是我在亚马逊上购买的，特别感谢菲尔威寄给我900元档位的可调滤镜。想要做个快速声明，这期视频不是赞助的，所以大家尽可放心我的客观性。在固定减光镜阵营用的就是我常用的三款滤镜，差不多一个300元。减光镜又称 ND 滤镜， ND 的英语就是 Neutral Density， 它的本质就是在不改变光线颜色的前提下减少光亮。在我之前的视频，我看到有个弹幕说在减少光亮的前提下也能提升对比度，这个其实是不准确的啊，因为提升对比度的滤镜叫做偏光镜 Polarizer， 有些减光镜也会自带偏光功能，但是我这一期讲的是纯减光镜。那减光镜用在照片里的情形，我之前视频大致说过了，就是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为了拉长快门速度必须使用到减光镜。而在拍视频中，减光镜因为180度法则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什么是180度法则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为了达到人眼看上去比较自然的一个动态模糊，所以快门速度需要和拍摄帧数相关联，在那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以后我会详细制作影片讲解。减光镜一般分为可调和固定，减光的程度一般以2的次方来表示，比如减光一档光线就是 ND2， 减三档光线就是2的三次方ND8。 一块可调减光镜可以通过旋转来实现多个档位的减光，而一块固定的减光镜只有一档的减光效果，所以通常情况下需要不同档位的固定减光镜来应对不同场景。听到这边你是不是在想，那绝对是可调减光镜比较方便啊，那你上次为什么又说你推荐固定减光镜呢？好，接着我们就说说可调减光镜的问题。较低价位的可调减光镜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当你旋转过头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黑色的交叉图案，这个问题也是在后期很难修复的，俗称死亡交叉，所以我用的时候注意点不就行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外面光线很亮的时候，你要在这么小一块屏幕上看到那么小一个的黑色交叉，你真的能看得清吗？所以为了我不浪费那些时间拍摄甚至赔钱给客户，如果有这个黑色交叉的问题，那我是绝对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前面我说过，减光镜的本质就是在不改变颜色的前提下减少光亮，所以一块好的减光镜应该是尽可能的保留原本的色温和颜色。当然不管什么价位的减光镜都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偏差，这个也是很容易在拍摄时调整色温或者在后期修复。不过可调减光镜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色温和颜色的不一致性。你看这个200元价位的 KNF 品牌，当我旋转滤镜的时候，我可以看出它不同档位的颜色是有区别的。为了解决这个转过头的问题，价位更高的可调减光镜就设置了一个节点，你无法转过那个节点，也就自然不会存在死亡交叉。我们来看一下400元这档 Earth 的表现，可以说在前几档的表现还不错，虽然它有个节点，但是到了最后那几档还是觉得这个画面暗得非常不平衡，虽然没有死亡交叉那么夸张，但是这个画面还是有点问题的。在这一点上，菲尔威的减光镜确实质量出乎意外的好，在户外和室内的测试中可以看出每一档都很稳定，就像固定减光镜的表现一样。至于颜色上的差别，我觉得400元和900元的两款做了都还不错，至少我以肉眼观看只能看出小小的那个区别，甚至都没有区别。
虽然说贵一点的可调减光镜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甚至完全消灭了上述那些问题，但是同样的一块900元的可调减光镜也可以同时购买三块固定的减光镜了。而且如果我不小心摔了那块减光镜，那么替换成本也是900元对上那一块300元。不过这边值得一提的是，菲尔威的手感确实不错，因为比较厚实，所以拧上镜头的稳定度是高于窄边的固定减光镜的。而且它居然还配备了一块磁吸的镜头盖，这个真的是考虑周到啊！因为如果用的是镜头自带的镜头盖，再加上滤镜后，其实是非常容易刮花的。我不少的 UV 滤镜就是这么废掉的。好了，做个总结，如果你拍摄环境不那么多变，而且预算不多，我还是推荐固定的减光镜，特别新手刚入门，买一块 ND64 就行了，先拍着试试。但是如果你拍摄环境比较多变，而且预算比较充足，我觉得你是可以考虑购买可调减光镜的。总而言之，在滤镜上面千万不要为了省那几百块钱而购买最便宜的，因为你不想为了那几百块钱而废了这个成千上万的镜头，是吧？哎，说到镜头，我下期视频的内容就是镜头，我会教大家镜头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包括新手该怎么选购镜头。好了，我们下期再见。